与狼，是否发现目标嫌犯？不叫小红帽，不叫小红帽，嫌犯没有看到，但是有看到一碗咸鱼炒饭。哦，我多久以后来这边蹲点多久哦？听讲这届的嫌犯奸诈狡猾，唔知道有啥物特征无呢？据情报显示，嫌犯身高1.8米，长相斯文俊秀，常在男子国小附近出没，而且很喜欢 cosplay， 素有千面人之称啊！那安尼看起来，要把这个人抓到，不是简单的任务哦。哎，刚好下面有人群，赶快来去问看看。这位帅哥，请问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士？没有看到。哎，非常的配合，哎，这个很上道。来，再问一位美女好了。来，请问这位美女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士？你来公布。你要说有。好，请问有什么特征？来，麻烦念一下。鼻子尖尖的，胡子翘翘的，手里拿根吊杆，还带发。发光眼镜哦，有没有看到发光眼镜？我来看麦。哎，哦，呀，有啊，小帽。看到啊，看到啊，发光眼镜，进来上。紧甲抓起来。麻烦一下，乖乖就范，你是躲不掉的。报告总部，顺利捉拿嫌犯，任务完成。那个校长您辛苦了，麻烦嫌犯钟校长为我们大家支持，掌声鼓励一下好吗？真的当校长好辛苦哦，这可以拿下，这可以按掉了哈。OK， 哎、欸，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小朋友哈。我刚才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的心跳差不多200下，我不晓得他们现在心跳多少哈。好，哎、欸，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我们男子国小。管乐班的成果发表，欸，一年下来，我相信孩子的努力，今天晚上可以让大家拭目以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指导的老师，还有家长，还有当然今天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啦，当然吼，看到你的孙，你的查某孙，欸，应该是孙子孙女吼。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最大的掌声。那过两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哈，这边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这应该是4、5、6年级嘛，对不对？好，我们一次，妈妈辛苦了，预备，切。妈妈辛苦了。好，谢谢大家。所以我现在要介绍贵宾了吗？哎，麻烦。好，哎，因为主持人有跟我讲，我的时间不能太久哦，不然这个人就搞我了哈。好，那我还是要，哎，真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贵宾哈，能够拨空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就按照我手上的名单了哈，我们星光国小，我们张华凤张校长，欢迎。太谢了哈，我都要看到我的会长了哈。对，不管是学校哪一个团队哦，都非常的用心、用情、用力哈。我们家长会的会长周宏仪，周会长，啊，会长好。啊，还有我们的吕正中吕会长，我们的会长好。
还有我们南大会我们郭理事长带领的理监事们，感谢南大会的支持，谢谢。还有我们朝光国小我们刘校长，校长好。我们光光国小庄校长，校长好。还有我们蔡文春郭二，还有我们欢迎男子国小的家长会的所有的委员，还有之前我服务的学校文德国小的会长，我们胡会长。好，谢谢。有的时候各位可以站在这个台上来体验一下，真的很快定位了。好，今天晚上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夜晚，祝福大家，谢谢。我们感谢钟校长的支持，校长麻烦请留步。我们要还有要献花，献花。不用担心， okay. 不是把你抓去关。你话真正够够紧张的吼。好，谢谢。好的，我们谢谢校长的支持哈。谢谢。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莅临的所有的嘉宾哈。那请容小弟在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成果展的一号主持人，五年级的曼青爸爸祥林，那特务代号是戴绿妈。这个看来高兄应该有很明显的色码，好不好？这明明就是蓝色的，好不好？蓝色的，我们特务的眼光看出去的颜色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二号主持人，我是三年级高子翰的爸爸启维，我的特务代号是泰哥啦。三工无洗身躯就是我。拍谁啦？小弟讲太快，其实是台湾人啦。爱台湾啦，爱台湾啦，爱台湾啦，爱台湾。那个高兄，您知道吗？其实小弟上一次主持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呢，很刚好，也是五月八号礼拜三这一天。哇，如此凑巧，那陈总还不赶快去买张大乐透？一旦刮中的话，明年开始年年都是男子国小管乐班我们成果发表的主持人。来恭贺贺贺啊！来来来来来，上面来恭贺的来，你起来起来。他都校长有讲，徛在顶冠是皮皮串，其实不是我皮皮串，是因为小弟啦，顶冠你主持下骹足侪人你皮皮串、啊。怎么说呢？因为小弟总是不按牌理出牌，脱稿演出啊。等一下会请谁上台？拍谁？含小弟家己也唔知道就对啊。所以等一下，什么那个许会长啊，还是那个什么金会长啊，等一下你们都不会上台，好不好？脱稿演出没问题啦，只要不要脱裤子演出就好了。好啦，我们言归正传，不知道各位嘉宾刚刚在我们开场的音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是男子国小管乐班所演奏的。这气势真正无输咱世界一流的乐团呢。有影，听到这是不是大家就来抱我先甲吹入去啊？在我们钟校长如此出神入化的演技开场之下，今仔日呢，这绝对是精彩的啦，精彩是一点爱。所以咱第一首乐曲，我们就是重磅安排。相信喜欢特务电影的嘉宾们，一定对我们军情六处的神话 James Bond。一定都很不陌生。其实这首《Into the Joy of Spring》就是由我们 James Bond 创作的吗？当然不是啦，其实是由 James Bond 美国远方的表弟，作曲家 James Swearengen 所创作的。一定要来 James， 对啊，你念起来有感觉就对啊。这首乐曲呢，它的曲风非常的轻快明亮。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男子国小管乐班参加全国音乐初赛得到特优的自选曲哦。现在就让我们掌声的欢迎由陈佑珍老师以及我们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掌声欢迎。
这首曲子果然充满了活力和欢乐，让人忍不住也想要随之起舞啊！对没？我刚在后台摇来摇去，摇来摇去，舞跳的正嗨，乐曲就结束了，一点都不过瘾。嘉宾们，你们觉得过瘾吗？你看不过瘾，如此让人意犹未尽的乐曲，是不是应该要再来一首才对呢？没有错。所以接下来这首曲子呢，赶快一起那个美国人，不是台湾人，美国的作曲家吼，头拄仔你讲迄是迄个表弟，第二表弟，这里是堂哥啦 ，Michael Jackson 的堂哥啦 ，Michael Hall 所作曲的吼。那这首曲子呢，他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热情的，叫做热情洋溢的能量。对 ，American 就是热情啦吼。这首乐曲不但融合了丰富的旋律以及节奏的元素，而且还充满了欢乐以及振奋人心的情绪。同时呢，这个演奏也必须要有高度的协调以及精准的技巧，所以也常常拿来当作管乐团比赛的指定曲哦。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欢迎由吴嘉欣老师带来这首热情奔放的曲子，掌声欢迎。
听完了这两首激情的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 slow down 一下，让我们一同遨游在广阔的大海之中，享受深沉的情感以及思考。我们请每一个人先闭上眼睛好吗？干嘛？麻烦高轩帮我检查一下，看谁没有闭上眼睛。对，没闭到有看到。我们闭上眼睛，试着想象一下这首歌所要传达的意境画面。你在天要光的时阵，家己一个人驶着一只船，准备要出航。耳旁边听到海鸟的声，远远搁有一个人在遐唱歌哦。卡蒙妹，卡蒙妹。卡蒙妹妈吹来，这首难度五颗星的乐曲需要乐团完美的搭配，每个分部既要表现出它各自独特的音色以及情感的思考，而且分部间还要互相的配合，才能创造出一首优美的旋律。就让我们好好的来欣赏这一首由男子国小管乐班带来。全国音乐决赛特优的自选曲《智慧之海》，我们掌声欢迎刘星海老师。
实在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智慧之海啊！我们是不是再给孩子们一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哇，这难度竟然5颗星呢！哇，太难了，太难了！这么特别的曲子，当然一定要来不一样的 special。哎呀，看来高兄学坏了哦，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段应该是算脱稿演出啦。哦，你这算加码的对吧？加码加码加码，真的真的，好诶，无拢就好歹就对了。刚才的表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海鸥的声音？有对不对？卡莫妹嘛，对卡莫妹。卡莫妹，卡莫妹，千万不要被陈总的歌声所迷惑了。这个海鸥的声音其实是由乐器所发出来的，所以啊，我要问的问题跟这个有关联性。哎，有讲真答就 对，有讲真答。那但是呢，我们为了鼓励二年级的小朋友参加我们这个管乐班的这个大家庭啊，所以我们这一题哦，开放给二年级以下的小朋友，好不好？哎，只要我二年级以下的，先行在咱手里，我看卖者好唔好？啊，不，等下我锁定不了。哎，有诶，差不多60岁，你搞举手。那是哎、欸，一支子弟安尼，卖安尼哈，一支子弟嘛吼。哎、欸、哎、欸，哦好好，我看到目标啊，好，看他应该是会，看看他应该是会。我出题啦，你出题，你出题，我下来，我下来，啊、哦，我下来。我要问哦，注意看这个哦哈、哦，跟这个有关联性哦。来，请问刚刚海鸥的声音是由哪一种乐器的哪一个部位所发出来的？来，我数一二三，一。2、3，后面那个好像比较快，后面那个好像比较快，你手一直举着好不好？我先绕个2圈，我再过去找你。好，开玩笑，我来，等你啊。哦，遮住麒麟，真正唔够辛苦的就对了，这体力无好，无法多做。来，妹妹啊，我可能要进去那边有点难度，好不好？我从另外一边哦，哎，你等我一下啊。进来，这海鸥飞很久，天都快亮了。卡莫妹叫妹飞无啥下去啊！来，好，妹，好，我紧，安尼都好，哦，来，哎、欸，高兄，麻烦再问一次问题啊！来，我再问一次问题啦，哈，请问这个海鸥的声音啊，是由哪一种乐器的哪一个部位所发出来的？竖笛的吹嘴。来，我问一下学姐啦，问一下学姐，正确解答，请说。对。对了，送，好来掌声欢迎，好、哦、来，这支长长的交给你，哦，这叫竖笛的笛头啦，这标准答案，吹嘴你这标准的啦，你确定是二年级哦？他现在我相信他，对，他眼睛看着我，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说谎。你现在已经在学竖笛了，对不对？爱记的哦，哎，等下迄个会后留一个名的，姓名、电话、联络方式。爸爸妈妈名字通通都留一下，好、哦，回去好好练，要报考男子国小管乐班，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好，谢谢他。如同刚刚所说啊，男子国小管乐班已经创立了28个年头，大概就比我年轻2岁而已啦、哦、那之所以可以永续经营啊，就是因为一直都有心血注入，哦，一代传一代，棒棒是强棒。嗯，没有错。所以呢，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奏的，也是我们第一次上台的3年级孩子们哦。他们呢，只有经过1个学期的音乐培养。哎，大家听看麦一下，看因演奏了安怎，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由吴嘉欣老师以及4、5年级学长姐带领着3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演奏这首《英雄与荣耀》。Thank you.
三年级第一次上台演就就演奏的这么棒，是不是给这些小小勇士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呢？他们三年级的孩子们要不要挥挥手啊？专班部的三年级，我看大家可能有较紧张的款，啊，不过咱今仔日来宾真正是一流的，哦，普较声安尼拢唔免人讲，一直吹就对啊，正讲赞的。这吹落的声音比阮打主持起来先较大声。我记得我记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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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专业，专业，专业，好，专业，专业。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来一首也是很可爱的轻松小品《米老鼠进行曲》。嗯，迪士尼乐园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温馨。其实就跟我们管乐班的大家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首曲子呢，也能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管乐班大家庭的温馨呢、啊。哇，这么温馨的曲子，一定要由最温馨的吴嘉欣老师来演奏喽！来，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时间过了较紧嘞，咱两个主持敢那时间过了较紧，对不对？较袂遐无聊。上半场最后一首曲子我们要安排一条很有意义的曲子《Legacy》，因为这一首曲子它所代表的是文化的传承。这一首的曲风呢，带有坚固的旋律以及振奋人心的节奏，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历史以及对未来的期许。也借由这首曲子，我们祈勉三四五年级的孩子们，在六年级的学长姐们毕业了之后呢，也能够继续传承我们管乐班优良的传统，永不放弃的精神。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嘉琪老师带领三到五年级的小朋友们为各位演奏这首《Legacy》。Thank you.
我们谢谢吴嘉琪老师，还有我们的三到五年级孩子们。那么各位嘉宾，我们中场预计休息15分钟，15分钟休息到8:40，麻烦各位贵宾准时回到我们的座位，继续欣赏我们下半场精彩的节目。啊，小弟先在这边预告一下，下半场一场比一手比一手重些，好不好？敬请期待，好不好？
拍谁哈？先我们两个穿着嘞，哦哦哦！小弟虽然常常私下模仿指挥哈，但是真的站在台上指挥，真正是无简单，足忝的啊！我刚刚上盖厉害是这音呐、啊，不仅需要非常专注的演奏，而且还不要受到我们的影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哦，放松一下啦，放松一下，孩子们放松一下。这首曲子哈、哦，那个 Abracadabra，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胡言乱语》，但是不是欧贝莱哦，哦，因为呢，作者其实他是要表达出一种神秘魔幻，还有随地涂鸦的感觉。作者本身呢，他既是画家，也是音乐家，所以呢，他擅长把几何的图形哦融入到乐曲当中。所以他都有看到我两个 B A 三角形，有看到无？有看到迄个有要拍迄个拍可怜迄个有无？哦，安尼哦，那个就是几何图案哦啊，因为为了要让各位观众能够很明白哦，作者他到底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感觉哦。讲真的，我两个主持真正哦，练这条差不多练差不多超过一百刀。哎，真的哦，我喊你，我喊你开车的时阵，我拢放双手里啊练，迄个指挥你敢知？搏命演出啊！放双手是有较含啦，但是也真的很感谢学校，让我们两个一圆指挥梦啊！这个事实证明哈。我也是这朱启林靠有影，靠有影。这个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呐、啊因为朱迄、那个指挥一碗饭实在是无好捧，不是人干的，真的是不好捧、欸。接下来要演奏的曲子啊，跟刚刚的曲子的风格有很大的反差，因为啊，这个接下来的这首曲子是英国皇家贵族在加冕的时候所使用的乐曲，所以特别的隆重。没错，所以这个曲风呢是非常雄壮、庄严的，因为它要展现出一种王室盛典的壮丽场面。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刘星海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精彩的演出，掌声欢迎。
看到我脸上的面具，就知影我的 special 有奖征答又过来啊！我们这个贵族老板啊，升官发财，加冕完了之后，一定要有一点伴手礼啊，懂对不对？有影有影，《鬼灭之刃》这部漫画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遍了大街小巷。哦，我哪样应付高雄这种无叫百里出牌的，我真正艰苦。来，麻烦出题目一下好啊。欸、有奖征答。那我们这题就没有限定在二年级以下啊，就开放所有的小朋友，好不好？那为了避免现场暴动，来一个哦，他注意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要问问题啊、哦，一样数一二三哦。那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小红帽。我是小红帽啊。我是小红帽。他脸上戴的这个面具啊，这个角色是谁？来，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二三。那个刚才有一个较远的，那个小朋友，那个穿，哦，等下，我戴面具好像不太方便，我看到了，哦，拜托一个以后较近的，举手举较近的，啊，无夹到后边来，哦，哦，来来来，我看到的就是你右边这一位，这一位，这一位，来，我脸上面具是什么？来。龙左地志，阿娘喂，标准答案，帅送哦，含名拢甲叫出来，探自然因师傅啦，玲珑啥物话个？哦，玲珑左近次，哦来，啊你应该无想要我滴即块啦吼，因为这个有沾到口水了，好不好？送你另外一个啦吼、哦，来，好，掌声欢迎啊，掌声恭喜他啊，来恭喜恭喜，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哈。注意听哦，我要问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手上这个面具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一、二、三。哦，哪一个？哪一个？那个弟弟很快。我先看一下，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弟弟？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哪里？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哪一个？这哪一个啊？啊，到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大野狼。大野狼对呢，伊无讲泰格狼啊，送，要送。表示我们关注。借我反问一下啊，这个是谁的面具？你知不知道？啊，炭治郎啊，好不好？炭治郎。啊，炭治郎是用什么呼吸？什么呼吸法？什么呼吸法？阿尼他只认得大野狼，他不认得鬼灭之刃。送两顶，因为他送两顶。炭治郎是那个水之呼吸啊，啊小弟是快不能呼吸了，好不好？哦，来来来，这個、标准答案表示哈，这個、弟弟真的很注意在听我们主持，知道我的名字了哈，好不好？来，接下来啊，我们这一首歌啊是由陈佑真老师来为我们指挥。一起掌声欢迎陈佑真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红莲华》。
太好听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日本的演歌呢？很多很有名的日本的演歌呢，也被这个世界各国所翻唱，而且也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畅销歌曲哦。尤其台湾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今晚的节目最后帮大家安排了三首好听的演歌主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来听看麦你就知。来，第一首《北国之春》，安尼我小可听较出来先。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雨天的榕树下。第二首《北酒厂》。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红红红爱的小路。第三首《川流不息》。时光安安静静的走过，江美琪双手的温柔。哎呦，陈总唱得不错呢，尤其这个模仿的功力一流哎。哦，这年头当主持人真不好当，那个说学逗唱、琴棋书画，样样都要精通。后盖可能大家会看到我伫遐吞剑，那个跳舞圈啊。阿门，阿门。幸好陈总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已经刮中大乐透了，所以明年开始就可以专心当我们男子国小成果展的朱麒麟了。阿弥陀。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由周佩金主任带来一连串经典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参考我们节目单上的歌词一起欢唱。我们掌声欢迎。周佩金主任，thank you.
我们谢谢平行主任哈，今晚的陈国展演出十分的精彩，也让我们邀请所有的指挥上台接受献花。有请刘新海老师，有请周佩金主任、陈佑珍老师、吴嘉欣老师、吴嘉琪老师上台。我们也请献花的孩子们一起上台。今天陈国展真的十分的精彩，孩子们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当然我们也有一流的观众，对不对？好，非常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指挥们，非常棒，非常棒，非常辛苦的指挥们。那今晚的演出就到这里。我这观众是一里为难。这个声音稀稀落落的，都恁嘛传到。恁这卖讲要叫啥物安可，哎叫阮阿金出来就好啊，免叫安可。哎，不要很简单。哎，不要很简单，较精致好不好？一二三。啊，那就。哎，我想应该有听到。啊，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安尼会使啦吼。出来出来，这么热情，对不对？赶快，是不是再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新海老师？大家的安可曲哈，注意听看看，这次能不能找到几何图形了，好不好？Thank you.
赶快戴上我们的特务眼镜，读取讯息。时间2025年5月6号，地点火星，任务阻止敌人攻占火星资源。阿娘的，这是我们的爱在太空中，为意外太空。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男子国小管乐班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节目，大家都很喜欢哦。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指挥老师以及孩子们带给我们精彩的演出，当然也特别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以及各位来宾的莅临，非常感谢你们。那么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也预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咱们明年成果展再见，拜拜。